我用的是那种就是日式固态胶做的。最近想要尝试自己做，就是我刚刚帮外婆做的一个桃红色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娅，欢迎来到米娅的频道。今天呢是我的端午连假 vlog， 但是其实今天已经是端午连假第二天了，因为昨天我就在染头发，就是把头发上面发根染有颜色，原本是要染紫色，就有点失败，就变金金粉粉。因为我们是自己在家，然后妈妈帮我染的，所以就没有外面那么专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晚上用那个咖啡色的土色洗发精洗一下，它应该就会变得比较深，因为它现在太浅了，不太适合我，怪怪的。这镜头上面看起来更怪。今天晚上我再给它拯救一下，你们就看这样的我忍受一天吧。我觉得这种颜色很好看，就是有点咖啡挑染的这种颜色，但是现在太浅了。然后两个色差真的很好笑，因为我发量太多了，我用的那个染发剂别人可能半瓶就用完，然后我用一整个也只染得了这样子。而且我就表面呢，我里面还有很多是黑的。唉，我真的很想要头发少一点。我现在呢要去寄货，然后我的货哇这么多，所以呢我就不录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多，我两手都拿不了了。我寄货回来了，然后我刚才戴帽子去寄货，我发现这头发戴帽子超好看的哎，只不过我觉得还是太浅了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眉毛很浓啊，头发这么浅眉毛就会看起来天蜡笔小新。不过其实这个颜色是好看的啦，我们先下楼去拿午餐。我等一下吃完午餐要去把指甲卸掉。妈妈炒的炒泡面，这是偶尔吃一次，很久才会吃一次。超喜欢坐在这里吃饭，然后有时候看外面或者是看电脑，不一定。那我就边吃饭，然后我要来做一些 YouTuber。我不确定这支影片会先上还是那支影片会先上，然后补光灯都还没收，反正每次拍完片子是一个战场，然后就要收拾很久。唉，我现在呢真的很想赶快去洗头，你看把这个颜色弄掉。我现在赶快先去洗头，现在时间才8:30，第一次这么早洗澡。嘿嘿，看我的头发。欸，我自己是超满意的颜色，我觉得这颜色好漂亮哦，就是有一点不是很紫，有点粉紫的这样，然后头上有一点金，带金，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你真的太浅的颜色显老，我刚卷超久。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阳明山上面走一走。我们到啦，现在准备下车，然后下去走一走。走，走，下面还有那么溪水。哦，太阳实在有够大。哎，太阳呢？热到一个炸掉。
吃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啦，然后我刚才给外婆做了光疗，然后我忘记录影给你们看一下。我还做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所以我还没有很熟练，就在练习擦单色而已。然后我用的是那种就是日式固态胶做的，最近想要尝试自己做，就是我刚刚帮外婆做的一个桃红色的。刚刚太饿了，然后就忘记煮了，已经全空，只剩下一杯孤单的柳丁绿茶。我等一下差不多要睡觉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大家下次再见啦！等一下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